让我觉得很嗨，知道吗？我不嗨我搭不起来，我觉得。还有我在幼稚园教武术嘛，所以我发现有好的音乐小朋友连得起来。你给他们讲道理没有用，你应该给他们带来一个风格，一个 style，一种的感觉，让他们就听到了看到了东西，他觉得心跳的比较快，都嗨起来。所以那个叫小朋友的时候，他们给我这个感觉，你应该心情很嗨的时候你才连得起来，连起来了以后它变成一个习惯，那时候已经又没有摇滚那个无所谓了，你已经会变成一个习惯了。我们也蛮喜欢这样武术的，那我们觉得作为音乐啊，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态度，跟武术的修炼是一样。那当那个青策会跟我们提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也有很大的兴趣，就跟他们一起，就是把武术跟音乐的精神同样结合起来去推广。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文化武术文化节在高雄的这个活动，最重要我们是要突破创新，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摇滚乐也跟武术做一个结合，把传统的布袋戏也跟武术做一个结合，这个是一个创新。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中国大陆国际武术冠军的周斌先生也到会场，每一天都有一场表演，而且邀请了各地的传统武术来做比赛以及表演，让所有的来参观的人做一个竞技大陆竞技武术以及台湾传统武术的一个比较，也把我们的武术的境界从很简单的健身防身来提升为一种艺术的力与美的肢体动作，也把武术提升为一个物理学、力学、生理、心理学的一个学术研究以及修身养性的一个哲学道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最终的一个目标。